看这一题，他说一个自由落体啊，一个物体它自由落下，初速为零，在 t 秒落下的距离，落下距离哈叫 s， 若将 t 的对数和 s 的对数哈分别做 x 坐标跟 y 坐标，就是说哈 x 这个坐标哈设定它是等于 log t 啊，而 y 坐标是 log s。那么画出来的图形哦，大致为何？我们晓得这个 s 是等于多少？哦，二分之一 gt 平方嘛。哦，现在定向下为正，二分之一 gt 平方嘛。我两边给它取 log 啊，我就 log 哈 s 就等于多少 ？log 二分之一 g， 啊，这是常数了，再加多少呢 ？log 哈。t 平方，那 log t 平方是等于二 log 呢 t， 好，我令这个是 x 嘛，它是 y 嘛，所以就得到哈 y 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 x， 啊再加这个我叫做 c 啊，这是一个常数 c， 所以它图形呢是一条直线，而且它斜率是二，然后呢通过哈这点，这一点的话是多少呢？就是这个 c 哈，就是等于 log 哈，以此为底，二分之一呢 g 啊，所以它实际上是一条直线，啊斜率是二，所以这个哈应该选 a 啊，哦 a 这个图形呢才对，所以答案应该是 a。